大家好。What's this guy's name? 范丞丞。我想看另外的一个都是还有一个范丞丞。丞丞刚刚这个不是 Justin 是真是不是陈晨你的谋士武术忘了怎么说钱包被偷了。我大概问你们，然后你们可以告诉我大概是什么。 AKA 就是我是欧阳菁 AKA 厉害的喜欢。 OK 大概知道了。 OK哎，这个 familiar 怎么说？脸熟，脸熟。哎，他有参加过中国有嘻哈，所以，但是都没有欧阳菁。我走了。参加中国有嘻哈，你有参加中国有嘻哈？你有。OK。Please stop.